打不进的视频发网上去。靓仔们收到情报，说这个球房有个靓女打台球特别厉害，我们今天上去看一下。怎么这么晚啊？人呢？江湖规矩懂不懂啊？那边里面是吧？辉哥，下次能不能给多一点？这很多了。爷爷观望一下。哇哦，挺厉害的。三生回来啦。你认识我吗？看过一些视频。是吧？有没有点赞？平时我点赞，我不举报就不错了，还点赞。你这个视频都是特效吧？不是，是真打的。真打？对呀。真打，你跟我打一下。机会来得猝不及防。还有的。可以。那我架个机位。为什么？我要看你打不进的视频发网上去啊，打奖。你黑粉吗？我开球。你开。思考一下怎么收复黑粉。力气蛮大的。看来你也不太行了。到我了哈。Show time 开始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周老师球打得挺好的吧？珍惜你现在的快乐吧。哇，哪这么好啊？这可不是特效啊，这黑粉技术还行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这没点本事怎么打奖？怎么样，这是个走位吗？我这个小白肯定不懂。还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哇，自由球啊！那我了是吧？这在装啥呢？让我教教你什么叫台球。哎呀，自由球都打不进，也就这两脚猫功夫了。你这个特效用的挺好啊。真打的，刚来没手感而已。还差一球就赢了，打假大业就在今天。怎么样，张老师？特效没用的，多练点基本功吧。我没认真打，我要认真打，你打不过我的。看你刚刚打球挺认真的瞄的。傻瓜，那是我让你。再打一局，我肯定能赢你。赢了，请你吃烧鸟。烧鸟我来了。猎杀时刻。居然开局就进了一个，他的运气也就到这了。吓我一跳，净整这些花里胡哨。怎么还不出错？不过看这手法还挺专业。话说什么时候轮到我了？基本功。哇，这球也能进。可以吧？可以。看着也就这样了。试试咬烂一下他心态。你要是单手能打进去，以后我帮你维护评论区。是吧，大哥？维护哈哈。你视频那个蒙的是不是真的？那肯定是真的呀。那你蒙这个我看。童叟无欺。原来你想进这个袋。你早说话，你还从话语圈旅游回来吗？进了球却输了话语。烧鸟去。走。